众人皆知罗志祥一直是木村拓哉的头号粉丝。四月十五号，罗志祥在社交网站上晒出了木村拓哉的签名与礼物，并发长文表达自己的激动之情。罗志祥写道：谢谢木村拓哉先生送礼物签名给我，好想看到你本人，但又有点怕，因为怕见到您本人我会哭，好矛盾啊。他晒出自己与偶像的签名合影，笑容十分灿烂。原来明星也追星啊，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